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62页啊，162页，从第五行看起。这末后的一段，大圣垂此，特留此经。经云：当来之时，尽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特留此经直住百岁，佛的法运12000年满足了，佛法在这个世间消失了，释迦牟尼佛以无尽的慈悲还把这一部经呢留住100年，岂有众生知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能在这个时候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一句名号，都能够得度。又法灭尽经中一句无量寿经最后如灭之数。法灭尽经中也是这个说法。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经云：当来之时就是将来。说这个话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也就是末法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很长，有10000年，这后面还说到我们人寿最短的是10岁，最长的是84000岁，
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人寿最高的。再从84000岁一百年减一岁，又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孝期。这是人间六道里头的人道寿命。那我们现在处在间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人寿100岁，100年减一岁，世尊入灭，到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记载3041年，那3000年一减30岁，现在人寿70岁啊，那么再过1000年人寿60岁，再过2000年人寿50岁啊，这样减到人寿10岁。释迦牟尼发愿还在，因为往后有9000年啊，到人寿10岁，再100年加一岁，世尊的法运还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越往后面去，佛法就越衰。虽有起伏，衰决定比起要大得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即实在的人生，也不容易遇到佛法。所以佛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末后这一段说，经于末世啊，诸恶弥深，众根欲裂，垢众垢是染污，障是业障，染污越来越严重，业障越来越深，恶浪滔天，毒烟遍地，世尊垂此，人特留此经，以作此行，正显本经兴起之深远，持名法门的妙用，佛恩深重，分身难保。念老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啊。下面我们看注解的原文。此正显本经兴起的深远，诸佛如来同一个愿望，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是最苦啊，希望
能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早一天圆满成就佛道，啊，那么这桩事情，阿弥陀佛领先了。一切诸佛都有这个愿，没有发出来。虽有发出来啊，没有善巧方便，唯独阿弥陀佛，他发出来了，他做的实在太巧妙了。啊，那么这些事情都在后面经文上我们可以读到。那就是持名法门的妙用。我们要有定心，要有智慧，智慧的观察让我们产生信心、愿心。啊，没有定就没有慧。没有定也就没有戒。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由戒定慧遇到这个法门，人人都能成就，这妙用啊！持名法门的妙用啊，所以戒定慧三学我们要重视。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学戒呢？是的。啊，要不要去学六藏呢？没有必要。我们只要把基本的戒律做到了就行了。啊，基本的戒律是什么？我对于敬宗同学的期望，我们做到五课，就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够了。啊，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是戒律的总根。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我们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末后一句，修十善业，十善业道心啊，这三样东西，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心，是儒释道的三个根。佛说的非常好，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敬业三福三条，刚才我们说第一条，
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你看三福前面十句成就自己，末后一句普度众生，是利他的啊，自行化他了。自己没有成就，不能帮助别人，别人不相信呢。啊，持戒念佛，啊，念佛真心游西方极乐世界，真心有阿弥陀佛，啊，有真心真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持名法门顶妙用啊！啊，下面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比喻，既如营养丰富的美食，可增健宅之体力，好像营养丰富的饮食，我们吃了之后，啊，对于身心健康、体力充沛，啊，这个比喻什么呢？营养丰富的美食就是这个法门。就是这一部经典，尤其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一句名号。啊，佛如殊效神验的灵药，现在所讲的特效药，啊，什么样的重病都能治好，啊，能广治一切病症，这些比喻通通是比喻净土法门，心愿之名，啊，普施饶益了，饶是丰饶。一是利益，不是一般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最丰满的利益，叫饶。啊，古人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啊，至于末世，诸恶弥深，重根于利。人寿十岁，啊，我们现在七十岁，一千年后六十岁，两千年后五十岁，三千年后四十岁，四千年后三十岁，五千年后二十岁，再减六千年就是十岁，啊，这减到最低了，啊，往后去再一千年，人寿二十岁，再一千年，人寿三十岁，再一千年。人寿四十岁，啊，再一千年，人寿五十岁。释迦牟尼佛发愿到了，
所以到人寿十岁呀，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没过完呢，末法有九千年了。啊，大概到正觉，人寿三四十岁，佛的法运就满了。这个时候，世间没有佛法了，弥勒菩萨还没出世，还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怎么办？我们读《地藏经》就晓得，世尊把弘法利生这桩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换一句话说，地藏菩萨代表佛啊，代理啊。地藏菩萨用什么方法？用孝道啊，能孝亲尊师，佛法才能建立呀。啊，孝亲尊师，是文化的根本啊。是教学的基础啊。啊，佛法是教育，是教学。啊，佛法不是宗教。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看到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决定不可以放弃这一次的机会。啊，过去生中我们知道曾经遇到过这个法门，不止一次。啊，所以我们今天能遇到，而且遇到了很高兴很欢喜。啊，这个高兴欢喜的心还不足。为什么呢？你还没有真正彻底放下了，一心一意念佛求证净土，这个还没做到。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有不足，那么怎么办？加勤啊，加勤行为行啊，锲而不舍，啊，真正要做到分秒必争，我绝不能让时间空过，啊，每一秒钟都是阿弥陀佛，啊，这争什么呢？争这一生成就。想别的，干别的，把阿弥陀佛忘掉了，那就是造轮回业。无论干什么，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心里全是阿弥陀佛，啊，那就是念念都是功德。积功累德了，无论干什么事情，心里有佛号啊，念佛跟工作不相妨碍啊，工作有用心有用力的，用力不妨碍，用心也妨碍啊，如果是用心的，
把佛号停下来，认真把事办好。啊，办好之后，事放下来，佛号赶快提起，要养成习惯。啊，最好事这方面的越少越好，随缘不攀缘。这就好啊，总要把时间呢弄出来念佛，这就对了啊。最后的戒语，至于末世，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啊，诸物迷神呐！啊，诸是染物，严重的染物。我是造我业，是我。那我们冷静去观察这个世界。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慢，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啊。啊，所以带来严重的灾难。啊，确实像您老所说的，恶浪滔天，毒液遍地。啊，这八个字就是大灾难出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世尊垂慈特留此法以作此行以降甘露啊，佛恩深重焚身难保啊！幸运持名，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这才报佛恩啊！四恩总报，报佛恩。报父母祖宗之恩，报国家之恩，报众生恩，全报了啊！我们要明白，啊，要不法院修生净土啊，就大错特错了。概要的第二段，本经体现啊，也就是说，佛说这部经，理论依据什么？啊，如果没有理论依据，我们怎么能相信？所以教其因缘之后要为我们说明本经的体性啊，第一段
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体，啊，所有大乘经实相是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实相者真实相也，又平等一相也，啊，下面是注解的原文：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经正体。啊，大乘经全是自性真相里面流露出来。啊，古德有云：注大乘经皆以一实相为印，这个印就是印证，啊，印证明它真实，啊，那什么叫实相？实相就是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物，啊，真相是什么？这里给我透了一点信息：平等一相，啊，为什么？它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自性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自性是真心的，真心是清净的，真心是平等的，真心是觉而不迷。我们看底下第一段，这都是说实相。佛在经上讲，实相无相，立一切虚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这是从体上讲，啊，实相无相，所以叫它做空。这个空不是无，不能当无讲。为什么呢？它会现象，遇到缘它就能现象。啊，是一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有相。啊，相而无相，无相而有相。这叫实相，这事实真相啊！啊，事实真相了不可得啊！因为心性没有现象，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一切法从心想生，它没有心想，
啊，所以实相不可得，我们圆不到。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缘的是物质现象，阿赖耶的相分啊，自性里面没有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阿赖耶虽然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它是妄心，它是生灭心，而自性是不生不灭。啊，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能变是生灭，所变的相当然也是生灭。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自性没有现象，我们八识圆不到，但是它真存在。啊，自性没有生灭，有影现，没有缘的时候，影影就是无相。无一切相，就实相无相。他要现的，众生有感，他就有现。现出来相，所以叫无不相，他什么都能现。啊，现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全宇宙。啊，整个宇宙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这些不叫生，啊，有生就有灭，它叫现，它叫隐，隐现不是生灭，现没有不是生，隐不是灭，啊，大乘教上隐现两个字，我们要有概念。啊，所以相而无相，这个相是现。从现象上，你知道它无相，这就是实相。啊，虽然现一切相，阿赖耶变出来的，它却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你细心观察，所有的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所有的植物都有生住异灭，所有的矿物都有沉住坏空，这就是生灭法。生老病死，生灭法，生住异灭是生灭法，沉住坏空还是生灭法，没有一样不是生灭法。啊，不生不灭的呢？自性变现的生灭法是缘起，不生不灭叫性起。华严经上说的啊，性起现象，那个相不生不灭。那么它能现的不生不灭，所现的也不生不灭。啊，六道一真庄严是阿赖耶现的，啊，阿赖耶变的，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啊，我们六道十法界六道是心现识变。
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不一样，它是新鲜，没有识别。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通通转世成智。啊，阿赖耶没有了，没有变成智慧。啊，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啊，摩那时变成平等心智。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尘所作智，不生不灭，有隐现，没有生命，这概念要清楚啊！啊，不管是真是妄，通通不可得。这就是实相。啊，十法界里头没有一法你能得到，一真法界也没有一法能得到。啊，所以不能有一个念头。啊，有一个念头，我喜欢他，我想得到他，错了，你完全迷了，那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那就是阿赖耶。有念是阿赖耶，无念是智慧，无念是大圆净智。啊，所以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教我看破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妄想是指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一念起心动念阿赖耶就现前了。那个一念，诸位要知道，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太快了，太微细了，这起心动念了。这叫无始无明，阿赖耶就出现了。这一出现，要多少劫的时间，你才能回归？回归就是成佛，回到你原本的样子。原本的样子是常寂光。光明遍照啊！啊，常寂光是智慧呀，无量光，无量寿啊！啊，非物质，非精神，也非自然现象，没有办法说得出来。为正方知，这是事实真相。
佛是从这个事实真相里面为我们说出大乘无量寿经。这是法藏比丘在因地里头无尽的智慧慈悲，无量的功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从自信变现出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修行。这个环境是无量寿，我们这个时间寿命太短了，干什么时间不够用，一切善不能建立，时间不够，要换到极乐世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有的是时间，决定能成就。这个世界障缘多，极乐世界没有障缘。极乐世界确实一帆风顺，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色相无不相，非万空与断灭。万空什么都没有，这叫万空。自性不是的，自性虽然没有相，遇到缘能现象。众生有感求福，自心就现福。你求菩萨，他就现菩萨。他现真观用，现身来为你说法，帮助你解决困难。你明白了就悟了，你的困难化解了，这相就不见了。要用什么心去看？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就先去。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观音菩萨发这个大愿，求他的人多，感应特别显著。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我们如果遇到极难，遇到恐怖，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就能把我们的恐怖畏惧化解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证明。他在18岁的时候，腿上长了一个毒疮。他的母亲求医找药，什么医生什么药都治不好。他明白了，说了一句话：妙药难医冤孽病。才晓得这个病是冤孽。跟他妈妈讲，不要求医了，不要找药了。他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这个毒疮自然就好了，不药而愈。所以他对于观音菩萨的感应一点怀疑都没有。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求菩萨决定有感应。我们今天求好像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是我们求的这个心不清净，有杂念，不是真诚心，恭敬也不到位，这就是障碍。没有障碍，记住真诚、清净、恭敬，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念佛人求阿弥陀佛，他说得非常好，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求跟阿弥陀佛感应，用什么方法？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天天想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给你看了。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功夫得力的人见过阿弥陀佛，见佛佛一定给你收集，佛鼓励你，勉励你，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他告诉你，到你寿终的时候，他来接引，这不就等受记了？你知道，临命终时决定往生，阿弥陀佛不会说妄语，一定来接引你。这叫现前见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那是将来见佛，当来见佛，现在是现前见佛。有很多人在梦中见佛，在定中见佛，见佛的时候似梦非梦，又好像做梦又不像做梦，真正念佛人一生当中不止一次，慧远大师4次，
我们有理由相信，像他那样的三四次真正念佛人，在一生当中都可能有啊，不是不可能。底下这一句话，《金刚经》上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实相，无不相，非万空与断灭，非如龟毛兔角，一切虚无。龟毛兔角是比喻，乌龟没有毛，兔没有角。啊，说龟毛兔角，这是完全是虚无的。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对于一切现象统统放下，不要执着。不但不执着，也不要分别；不但不分别，对他不要起心动念。全是虚妄的。啊，凡所有相是虚妄的。那么佛教给我们讲的真实，自信。自信是有，不是虚妄，但是也得不到。为什么呢？他没有相，有相是假相，没有相是真相。真相不可得，假相也不可得，所以真的假的都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这个是通途法门所修的，真的很难。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开的特别法门，直方立相。啊，直方方向，西方极乐世界，立向那个地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是，实相无相难呐，你做不到啊。直方立相容易啊，我有一定的方向，我不会茫然，我有一定的目标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偶一大师给我们作证，他老人家晚年有个外号叫西游道人。西是西方，游就是游极乐世界，游阿弥陀佛啊，决定是游啊，他不是无。我们把心安放在这里，安放在西方极乐世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
啊，比《金刚经》上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容易太多了。啊，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做到。啊，那么《金刚经》上这四句话，意思是说，即相离相，离尽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啊，实相就是如来。啊，这个地方指的是化身如来，化身如来没有相，化身如来在净土中叫什么？叫常寂光。没相，一片光明。啊，常不生不灭，即不垢不净。啊，决定没有染污，清净平等，光明遍照。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不照的。这个照就是平等的价值。啊，问题呢？众生愿不愿意接受？要不愿意接受啊，这加持不上啊。虽然加持不上，没有离开，它是平等加持，它照你，你不让它照。啊，你有东西障碍它，什么障碍？业障。啊，你怀疑，你无知，无知是无明，不晓得这回事情，这是无明。啊，不相信，啊，怀疑，所以虽然照你。你自己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如果是学佛的人，他读过《无量寿经》，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生欢喜心。我每天生活在哪里？生活在如来常寂光中。那这个加持，它完全得受用的。它业障消得很快，佛光照着它。啊，它的智慧提升。啊，真正离苦得乐。啊，欢欢喜喜，自己跟佛合成一体，融成一体。这是不是真的？真的。为什么？连科学家都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心多好，这个念头多好，跟佛的常寂光融成一体，佛有法身，我也有法身。我的法身在，不是不在，迷了啊！我现在不迷，就悟了。我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是一个身，那么就立刻得到。受法
无数的如来都加持你了。生活在如来常寂光中啊，一心念佛，哪有不见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那我们再往下看，化身如来利益一切相，故云色相无相。为什么化身如来不起心不动念呢？于一切法中没有起心动念，叫化身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因为起心动念自己不晓得，它太微细了啊。那我们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我们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我们分别执着也是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除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外，我统统放下了，这就对了。这就是真正念佛人，这就是真正弥陀弟子。注解下面说，但非无法身啊，化身如来利益一切相，利益一切相，并不是没有化身。所以又说，实相无不相，生灭之法，全属虚妄。但生灭之中，有个不生灭的。这个要知道啊，生灭当中有个不生灭的，那就是法身。法身没有相，啊，净宗讲常寂光说得好，大乘经上华严讲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啊，他没有相啊，这个光我们肉眼看不到，六根缘不到，阿赖耶识也缘不到，啊，阿赖耶只能够缘三细相，缘虚空法界，全缘的是妄想。啊，凡所有相他都能圆到，就是圆不到常寂光啊，圆不到法身，所以他有个不生不灭的。住生灭法是差别法啊，但差别之中有个无差别，不生不灭，无有差别，就是平等相。所以色相是平等一相，一
片光明。菩萨进入到常寂光，不但与一切诸佛如来平等，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通通平等了。这叫平等一相，一就平等，二就不平等。平等一相是与万事万物融成一体啊，像慧能所说的，何其自现，能生万法。能生跟所生是一，不是二。万法就是一心，一心就是万法。下面一段说，摄相一身呐，义理太深。三乘菩萨都见不到，化身菩萨见到了，那慧能大师说出来了，他见到了，啊，这叫见性成佛，五祖忍和尚的衣钵就传给六祖了。啊，实相就是他所说的五句话，五句话就是实相。啊，是若明实相，即无大乘理。大乘佛法的理，理体、理性，他全明白了。下面，念老举一个比喻。啊，已经把黄金比喻作实相，啊，把金子做他，做佛像，做品，做碗，做串，做环，啊。串是戴在手背上的手镯，戴在背上的串啊，环各显差别之相，全是黄金做的，相不一样啊。那唐将重器重入野楼，把这些他相平碗串环啊，通通放在野炉里头啊，野炉是炼金的，通通化成金了，原有诸相啊通通消灭掉了，但过去本体之金仍旧如是。意思是金比作实相，外面许许多多的这些万事万物，这是假象，但是所有一切现象
离不开实相，离开实相它就没有了。实相是一切相的本体，本体叫实相，实相不是一切相，不能说它没有相啊，所以实相无不相啊。啊，下面为我们说，可见过去差别之相。有生有灭，皆属虚妄啊！但是过去本体之境，它平等一相，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老居士用这个方法来给我做比喻。以上已经与真实平等的实相，以心气比喻种种的差别相，有上面的比喻，我们就可以明了，要看破这些心气啊，在他相平稳串环这些虚妄的差别之下，在相中你就见到气中平等真实之境。用这个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即见实相，你就见到了。聪明的人不需要把金放在野炉里头去把它烧化，烧化是一样的，不放在野炉上，看到这些他相平稳，就是啊，都是纯金的，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利虚妄差别之相，你不着相，所以叫无相。与虚妄差别住相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所以叫无不相。后面总结这十二个字，当相立相，相而无相，乃现实相。实相在哪里？当相就是啊，我们学习因为我们用电视用网络，那么最体贴的比喻无过于我们的屏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我常常把屏幕比喻作实相、自性、离体；画面呢，比喻作妄想。画面是有生有灭，千变万化，体永远不变，不生不灭。体在哪里呢？体在相中。
我们看到电视屏幕的画面，同时也看到屏幕的字体。没有屏幕就没有画面，画面必须依靠屏幕才能显现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有生有灭的是画面，千变万化的画面，不生不灭的是屏幕。有生有灭画面里头，没有离开屏幕，屏幕是体。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面一段，摄相离言说。能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我们看底下一段，南岳大师说：“摄思亦无，即不中。故云：凡有言说，皆无摄矣。”那我们看念老的原文，皆但是摄相呢，离言说。说不出来，正如南岳怀让大师所说的：“啊，摄思亦无，即不中。”错了，故实非任何世间比喻所能生明。啊，譬如前面举的比喻，用精跟气，人为什么误认为真的有一个精呢？那就像是假的，精是真的，还是着了相。没有办法比喻，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啊，确实要真实智慧去体会。若误认为实有业具体之经相可得，则仍在相中，而非无相之实相。故云：凡有言说，皆无甚矣。所以佛法不能知足。为什么《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法。言语是有生有灭，啊，凡是有生有灭的，就叫有为法。有为也有生有灭，全是虚妄。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言语有生有灭，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
啊，要怎么样子听，你才真正听到佛法了，闻法了。要立言说相，不能执着言说，言说是生灭的。如果看经呢，经是文字相，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它也是生灭法。言语不能执着，文字也不能执着。啊，第二个，不能执着名字相，这你说实相，实相是名词，无不相也是个名词，你要从名词里头懂得它的意思，不要执着文字相，不能执着。言说文字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名词术语，全是假的，还不能执着心缘相。哎，我一看听这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意思是你自己想的，没意思，没有意思，能出无量意。有一个意思死掉了，就这个意思，不能说第二个意思了。所以佛的经典妙啊，你真正能懂得，不着文字想，不着名字想，不着心缘想，你就一直这样念下去，会开悟。啊，遍数念多了，自见其意，什么意？无量意呀！啊，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啊，每一个字里头都有一切的意思在里头。圆满，没有少一个。这个现象，好像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全息的这个理念，全息。啊，你看全息的照片，它是用两组镭射光拍照下来啊，照一个人的照片，在镭射光照进门之下的时候，相片看出来了，人像看出来了，把一张照片撕成两张，每一张在镭射上是完整的啊，不是一般，是完整的。你把它分剪成100张，剪成200张，张张都是完整的。这是近代科学发现的。这个现象，佛经上早就说清楚了。这经典上每一个文字里面都含着全经的意思，或者跟你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大藏教，都在一个文字、一点一撇里头，全都是。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什么道理？这是心得。
自性本来具足的。啊，要知道自性没有大小。你想大，大而无外；你想小，小而无内。没有大小。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是妄心，印的是幻想啊。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想佛就像佛像，我们想菩萨就像菩萨像，想什么现什么，念什么现什么，不会叫你失望的。念头要善，啊，我今天抽了一点时间看潮州谢总的人送一份资料，啊，他在里面办班教学，有一堂课，人不能不看的科学实验。这实验是什么呢？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让大家看，科学来给你讲因果的真相。你起一个善的念头，水接近非常美；你起个恶念了，水接近非常难看。他让谁看，让谁听，我们起心动念，让谁来感应。上百万的实验，丝毫不爽。啊，告诉人呢，你身体的健康、事业成败，乃至于你一生的命运，通通是你自己意念造成的，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这个提示让大家高度的警觉到，人不可以没有善念。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人身体70%是水分。啊，在水接近，这个实验证明了，我们一个恶念，我们身上70%的水，反应都非常不好。你的身体怎么会健康？你怎么会有幸福？啊，他完全用光碟教学，选的这些材料，啊，课程的编排很好，第一堂课就教你相信你的念头关系你身心健康，关系你家庭幸福，关系你的前途，关系你的成功失败，非常震撼人的。
啊，你看了之后，这是科学家说，不是宗教讲的，不是古人说的。啊，现在科学实验，你自己也可以实验。科学证明，大家不敢不相信。我们的念头跟自信是一体的两面，啊，自信能信能生，念头能改变所生所现的现象。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就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能不能救这世界？能啊！啊，他的这个过程。江本博士这个实验这一篇啊，还有一篇《天下父母心》，讲孝道的啊，可以把它合成一篇广泛的流通。刘玉丽教授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的全书之友，也要单独流通。讲得太好了啊！这两篇我听了，那我们没有机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在听这个课程，光碟送到我们自己在家里听也一样，也等于是参加他的课程啊，觉得这课程有些非常好的，把它选出来，我们多拷贝送给有缘的同学啊，这一家人听了家庭和睦啊，这个团体听了这团体兴旺，无量无边的功德，可以帮助社会和谐，帮助化解冲突，帮助社会恢复到安定和谐。啊，幕后这一段，第三，圆觉云。住幻尽灭，觉心不动。觉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幻灭灭不，非幻不灭。这就是真的。
故人不用求证啊，唯须习见。啊，见都是妄的，不是真的。我们看念老的原文，又圆觉君云：“住幻尽灭，觉心不动。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魔镜。啊，这一句话现代人不好懂，经上所说的，古时候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没有玻璃啊，玻璃是近代才发明的。佛经上讲的玻璃呢，是现在所说的水晶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啊，是水晶。确保之意，以前的镜子是铜镜啊，铜做的，要常常磨，越磨它就亮，可以照镜啊，要把铜镜上面灰尘磨掉，磨干净它就亮了，勾镜明显。如果这个镜子放个一个月半个月，照就模糊了啊，一定要磨，镜要常常磨啊，越磨越亮啊。用镜子来做比喻，经中所云幻灭后之觉醒，与苟静后之明现，君持利妄所显，平等一味的实相。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幻灭之后的觉醒，与魔镜子，镜子上面的尘垢魔镜之后啊，哎，明现了，照得清清楚楚的，啊，都是意思，都是说利妄所显，平等一味的真相。魔镜实在讲，镜哪里需要磨呢？那磨的是什么？磨的是垢啊，它是染污的这个东西，把它磨掉啊。啊，磨掉之后，镜子这能照的性是它本有的，不是你磨出来的啊，它本来就能照，不磨呢有尘垢障碍它啊，它上面有脏东西啊，照的时候模糊，照不清楚，把它的尘垢磨干净了，磨光了，就照得很清楚，这个照是本来它就能照，
所以他非从外得。我们的真相也如此，真相本来有的，就好像镜子，本来就能照，这它是本能。现在为什么不能照了？它有尘垢，有染污。我们的实相是本有的，现在为什么没有了？你有烦恼，你有业障，经上常讲的浊我，浊就是染污，我就是我业，是我业。有无明，有烦恼，实相不见了。不是没有了，在呀，永远在呀。假象不是永远在，真相永远在。永远在的，我们看不见；我们看得见，全是虚妄，全是假的，好像这一面镜子，铜镜，很长的时间呢都没磨了。上面生锈了，照什么都照不见了，完全没有照的这个能量。我们把它磨干净，恢复了，它又能照了，照得很清楚。这个呢，本能就是的。所以是净心本明，非从外得。构出明现，离妄即真。我们要想了解实相、真相，离妄就是真相。所以佛教给我们，老师教我。放下便是啊！你因为不肯放下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真相。你要放下了，真相就显现了。放下什么？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佛告诉我们。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我们自信，障碍了诸法实相。自信就是实相，实相是自信的别名。我们有圆满的智慧，有无量的德能，有庄严的相好，一样都不缺。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这三种障碍，把我们的心得，把我们的本能、智慧，通通障碍了，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古人讲啊，不用求真的，但是唯须希见，这见就是妄见、妄想。要把妄见妄想统统洗掉，正知正见自然就现前。
所以底下总结成：众生之见，皆妄见也。啊，真正呢，佛之见，什么是真的？佛知佛见是真的，众生的知见都是错误。我们要能承认，要相信，不能怀疑。那今天用什么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这个修正就是用经教，经教里面所说的佛知佛见，啊，所以底下这一段教导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大乘经里头佛说的很多，这两句我们很熟悉啊，立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以强名叫他做实相。所以实相能不能执着？不能。你要执着有个实相，错了。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假设的一个名词，这叫名字相。啊，你执着这个实相，你永远见不到实相；不执着就见到。啊，换一句话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眼见到真相，耳听到真音，鼻闻到真香，舌尝到真味，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虚妄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